我叫大米，来自英国。我是一名西餐厨师，但我酷爱中国美食。走，我将开启一趟美食之旅。下一站，南建。我将几乎用生命换取美食。都出来了啊！和中国文化亲密接触。菜都掉了。体验最炫民族风。我将面临终极挑战，为刀长送上素食大餐。你到底是刀长还是厨师？上菜喽！这怎么办呀？还没有，没有。我好，成功了。威宝山，古木参天。是道教圣地，这里的人们生活悠然，注重养生，对素食情有独钟，更爱艺术般的素席做法。我和美食向导约好，他说准备了大餐欢迎我。听说这里是素食天堂，吃素的历史非常悠久，看来我就得告别肉了。走。因食材有限，素席对厨师来说往往是高难度挑战。这里会有什么惊喜等着我吗？哎，小荣。哎，大米，你来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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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，请坐。哎，你来了，这要吃的，各种肉啊。你先尝尝吧。行，我先来块鸡肉。有点不像。它就不是鸡肉。什么？但是连鸡皮疙瘩都这么像啊！这是梅菜扣肉吧？你尝一下。这个应该叫梅菜梅肉。对对对，这个是用冬瓜做的。嗯，挺有想法。小荣说，这里的吃素传统来自山上的道观。茄子，这个比鱼还要好吃。有鱼香味是吧？当地人不仅喜欢吃素。也爱研究素菜的做法，而这儿的大厨更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我们这儿的师傅他特别厉害，只要道观里边有那个法事这些要做的话，就必须是我们这儿的师傅上去给他们做素席。小荣建议我跟这位大厨学两手，这太棒了。但没想到他居然突发奇想，你要是想学这个素席的话，你就必须得到那个道观去体验一下道观的生活。好，这个想法不错，就是跟他们生活一天吧，可以吧？行啊。那么那个道观呢，在哪儿呢？道观啊，道观在那边山上呢，就20分钟车程吗？可以自行车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事不宜迟，走吧。先去会会大厨。柯奶奶。你好，你好，奶奶。介绍一个盐徒弟。你好，你好，奶奶。刚才你就骗我了，我以为是鸡肉。哎，这个可以学吗？可以，我们上海有法师，请你可帮我们做上这个菜，可以不可以？好主意，在山上当助手。好，不错。再见。柯奶奶相信，只要有心，素席就是一种美食艺术，简单而不平凡。其实这个豆皮特别像鸡皮啊，就有这个鸡皮疙瘩。这个我们本地的鸡胗嘛，本地的鸡胗，必须要装上啊。哇，口感真的很像肉，差一点就忘了，这个是鸡的骨头是吧？什么什么？没有鸡骨头就不是鸡肉了。近一点。近一点嘛。近一点，好的。再近一点。哎，这有点像肉的做法。哎呀，大米，你怎么能想到肉呢？专心一点。你看，这是做好的素鸡，一边吸一边醋，你猜哪一边是我做的？第二道，没菜没肉。来，我尝一下，行吗？好。这样放的就烤肉的样子了，这是梅菜吧？这个要炒一下。好，蜂蜜营养丰富，素席可少不了它。享受一下这个味道，享受一下，就是创意的味道，你的创意。哦，烫，好。
咱们就蒸吧，盖上盖，再十多分钟就到。哈，烫熟。不要。哇！哎呀，冬瓜没有蒸熟，有点青。奶奶，您别见笑，过两天咱们山上见。山上见。好，拜拜。 小荣介绍我找王道长，过两天就是那要做法事，正好我能打探他的口味。跟你说，虽然山上的空气好，但这哪儿20分钟的路程，就去了快1个小时。还好，到了应该能干得上晚饭。 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这里巍峨神秘，青松环绕。南诏国王正是在此受到点化，开创基业，建立南诏国。王道长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喝杯茶啊！谢谢。王道长已经修行30多年，一直遵循回归自然的养生理念。 那师傅，我猜一下你的年龄，猜不出来，倒不言声。哦，行，不妙，我这个门外汉有点不懂规矩，赶快换个话题。那师傅，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菜呢？凡是带有绿色的，我最喜欢。那么，比如说菌子，你喜欢吃吗？菌子含的氨基酸总的是最多的。嗯嗯，口味大摊成功，这对我做菜真是太有利了。说到吃。 今天我没错过晚饭吧？今天晚饭已经错过了，但是呢，我们通常是不吃晚饭的。你晚饭甜点都不吃啊？我们过午不食，就是过了中午就不吃饭。嗯。<笑>怎么不饿呢？可以有一种方法。 就是修禅打坐，行好，赶快带我去吧。可以交叉盘，我尽量吧。嗯，你看，然后从小雪毕业到现在，一直没有这样做了，啊，推堂啊！道家相信打坐能入经忘我，王道长说他能静坐10多个小时。 我还是先试试20分钟吧。慢慢的放松，把呼吸调均匀，调了自己听不见自己的呼吸声。师傅，我还在想吃的。观看离自己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团光。 道长啊，道长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正在努力寻找那一道光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现在就更平静了，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鸟的声音，很容易走神儿，还有就是肚子饿，我也会听到肚子的声音。 还是好饿呀，快点睡吧。道家的一天从跪拜开始，好神圣，特别怕做错。道家讲究的是道法自然，自己看到什么就做什么。那我就从打扫卫生开始吧，看看厨房有什么活。这边烧了快没了，没柴火了。 我去劈柴。天哪，究竟还要多久才能砍断？好了没有？我已经尽力了。这么快就可以砍掉？啊？原来是要顺着木纹砍，真没面子。那玉米地是不是要弄一弄？好。嗯，这玉米应该挺甜的吧？哎，创意菜。 可以用它。师傅喜欢吃什么呢？师傅喜欢吃面条，酸菜面条。
我没做过酸菜面，我喜欢师傅会喜欢。师傅，这是我给你做的面。这面不一定好吃。谢谢师傅。师傅，我一定要让您见识我真正的手艺。谢谢。蜂蜜营养丰富，特别适合做素食。南涧盛产天然蜂蜜，简直是我的最爱，我怎么能错过？李大叔是吗？是。哎，你好，李大叔。请坐。哎哎，谢谢。李大叔养蜂40多年，他俨然一个大管家，为蜜蜂修老宅、建新房。接下来我带你去采蜂蜜，这就是我最期待的步骤了。挪到一边了。哎，那采蜂蜜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啊？准备的钢牛是货。钢牛是什么东西？钢牛是捡起来这点烧干。好香艳了。嗯，臭。哎呀，还有这个帽子啊！给你放风扇去。好。来了。傻不傻呀？记住可以了。不用回答。先熏走。那我听到有很多蜜蜂已经不高兴了。好像蜜不多，是不是有点危险？我都是短裤 T 恤，也是短袖的，而且我还喷了香水呢。我这是山大哥的穿山。来，李大叔，靠你的衣服救命了。这个比如说这个会有蜂蜜吗？这就像圣诞节打开礼物的感觉。哎呦，是蜂蜜。哇，好多蜂蜜啊。虽然我基本上看不见东西，但是我能看得见蜂蜜。呼啊，很多呀，蜜蜂都找我了。哇哦，哇，还直接用手啊，小心一点啊！看一下，这已经弄出来了。哦，又有一片了。3、2、1，你把刀给我，来，来，不害怕，直接切。刀子把出血。哇，啊，啊，都出来了啊！来了，蜜蜂都疯了。这就算我人生第一次亲手采蜂蜜，啊，迫不及待吃啊！走。他坚持自然法则，为保证蜜蜂自给自足，每年只在春天采一次蜜。今天李大叔特地为我破例。南山的花都在嘴里。为了这个美味，所有的危险都值得。拜拜。拜。道长喜欢菌子，而这儿的鸡枞正是当季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最新鲜的美味。哎，李大哥是吧？哦，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原来今天是亲戚生日，我也要去凑热闹。这个是我的媳妇，这个我的是小女儿，三女儿。鸡枞号称野生菌之王，当然是最好的礼物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，我给你穿。哎，哦，对对，大小合适吗？哎，我有蓑衣，就不怕日晒雨淋。太时尚了吧！走，采鸡枞去喽！好痒！就在这儿啊？哦，对对对。大明，我告诉你，大的菌子有这么大，3、4斤，4斤有的。这么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。我们的任务是要找最有营养的小骨朵。这不能要。这个也不是。好像跟鸡枞没什么缘分。哎，像这种怎么样？哦，这种你就可以，这种可以吃。但是有意外的惊喜，奶汁菌。不会中毒吧？不会死吗？不会。菌子呀。
先等两分钟，看你有没有死。嗯，绝对没死。是啊。嗯。哇，满嘴奶香，李大哥的最爱。但是咱们还是赶快找鸡宗吧，大哥，别走神了。嘿，哎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哎嘿，慢慢的啊。嗯，这是头这一块，我这块头，这种往后拉。哦，哦，在下边，还下还下。哇，怎么样？就断了，这一小点点，关系不大。行，那我小心一点吧。这个就需要深一点啊。来，用手吧。怎么样？哦，漂亮漂亮！你看，你看它的草，你看它的这个粗粗的，对，营养价值太好，非常高。哎，可以可以。顺利出师，分头行动。我在这附近看看。好。收获大，哎，现在就可以过生日了。哎，来了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你看，娘娘，我们刚猜的鸡宗了。我媳妇帮你做最好的。哦，你教到你。我们这里最好吃的鱼鸡宗，好吗？可以啊，我跟你学吧。行。天哪，要洗得这么白。白森森的了，你看。红薯叶，你要帮我。你看，弄得可干净了啊。好。小心温柔翻炒，焙干水分，香气瞬间扑鼻。不过得炒多久啊？至少是4小时吧。哦。哦。1小时？对。那得1个小时不停的搅拌吗？对对对对。我的天哪！那你忙着，我先歇会儿啊。啊！拜拜。老师都走了，这什么老师啊？让学生这么累啊？啊。老师，睡得真香，咱们赶紧下一步吧。加入一点盐巴提味，所有鲜香融化在香油之中。人间美味，油鸡宗马上出炉。来来来来来，奶奶你看，这是我跟老师一起做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跳菜。跳，哎，就是跳舞的跳，跳舞的跳，哎，来，兄弟们，原来是彝族最传统的祝寿方式，这种民族风完全是我的菜，辛苦了，我全身都痒痒了。菜都掉了，实在太高兴了，上菜了，我都忘了明天还有任务。清晨，法师开始。来，奶奶，我帮你吧。柯奶奶帮我带了食材上来，这次葱姜蒜都不能放，但我相信有好食材就有好味道。今天第一道菜要做一个玉米汤。道长那里的玉米真是鲜嫩多汁，就靠它的原汁原味了。玉米汤有很多味道，我们不要错过。为了激发它的甜味，我们可以插几个丁香，就这样插进去。土豆可以让汤更加粘稠。放我们的玉米棒。这个玉米汤的蛋白质非常丰富，是因为我用牛奶去煮。嗯，有丁香的清香味儿。好，这玉米汤可以了。听说人们经常来这儿为家人祈福，也欢迎香客参加，并用素席招待有缘人。第二道
有着浓浓中东风格的香果沙拉，这个水果沙拉就可以摆盘了。最后来一点王导长喜欢的青色薄荷叶。柯奶奶那边也是热火朝天，这些菜太有创意了，好有压力。最后一道烤鸡枞，那天鸡枞味道还是差一点，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三种调料。第一个就是做一个烧烤酱，酸的味道，再加甜的味道，再加一点辣椒面，酸甜辣，最后搅拌，烧烤酱大功告成。听着滋啦滋啦的声音，配上鸡枞油、蜂蜜和烧烤酱，简直胃口大开。准备上菜，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做的菜。开饭了，小荣，王导长。你好，来了来了，师傅，来大家吃。奶奶觉得辣。哎呀，众口难调。道长啊道长，您也是面不改色。怎么样？不错。好。他做的鸡枞，芝麻的香味。和蜂蜜的自然香甜味，让人吃了一直还想再吃。来，师傅喜欢着好了，来给奶奶吧。玉米的鲜甜味，滑口，很自然。师傅，你到底是道长还是厨师？你说的就是跟美食家一样呢，太好了你。奶奶来一点吧，果盘让人看见就想吃。王导长喜欢我的菜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他的要求很高，能得到他的称赞我很荣幸。这叫生活之道，饮食之道。但是呢，这几天都没吃肉，我还是想吃一牛排。